白秀春交出标的秘籍，找你。青龙喷醉酒的公司就这。妈妈，阿红，别看住！阿红，小春，快走啊！ 一种幽灵已经叛变了，咱跟金爷村勾结在一起，如果灭迹，不如他们两个人自首。阿娇，阿娇，咏春秘籍和他女儿，一真二选一。谢谢白秀，秘籍要紧。 有阴险的门，势在匡扶正义。世人皆知我能救万人于水火，却唯独救不了我的人情。如今我将秘籍交给青龙，从此世上再无昆山。拜秀主。 林姨，你反应怎么这么快啊？这一群人里，就你下半太虚，兔子中心不稳，鞋都肥了。不是林姨，你懂什么啊？你不懂，不要乱说好不好？我可是要……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可是传统武术世家的大少爷，除了大宗师，那谁都不服。你都唠叨了好几百遍了。我说大少爷。 你这出来练功，总得接受批评啊！你们两个认真点。君若，辛苦你了。要干点事儿啊？这些年多亏你照顾，我也只能做这些小事情来回报你了。你这……皮肤骨折加上便饭，打上石膏就好了。哎呀，给我滚出来！ 老子是来踢馆的，今天我倒要看看这家咏春馆是不是真的一只摊手独霸武林。哪来东西鬼子？滚出去！我是馆主，有何指教？可能咏春是真的没有人呐，一个残废居然能当馆长。好了，我们圣武在这里开了一家分馆，所谓一山不容二，我们打一场赢了，我们走了；输了。 你们归入圣武，踢馆，我看是明抢了。跟我们比试是抬举你们，今天就让我们空手道，好好给你们再去唱戏的笑脸。习武者，以和为贵，果然是懦夫和平，不过是你们咏春逃避的借口。习武，不也是你们圣武用来掩盖暴行的借口？送快递的有你什么事？ 怎么着啊？还想欺负女人是吧？让打架是吧？我来，区区闭嘴！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空手道黑带时段佐藤太郎的厉害。什么佐藤太郎？师傅，这佐藤太郎是蝉联多届空手道冠军的虎堂恶霸，说没人能在他手底活着。我管你什么太郎！ 既然敢在这儿撒野，就没你好果子吃。大少爷，你要是害怕，就赶紧回家去。今天你们要是输了，我滚出武馆，永不踏入。咏春不堪一击，你们这些传统武术的花拳绣腿都只会耍嘴皮子吧？我是馆主，踢馆自然是和我打。踢馆。 自然是和我打，云破军，你干什么？你还受了伤，那不要命了？就算死，我也不允许这个鬼子在这里胡作非为。居然派了个残废上来，看来你们在东亚病毒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。爷爷帮你把另一只胳膊，你卸了。别说我残了只手，就算我只剩半条命，我也不允许你这个鬼子在我们的地盘上恃强凌弱，诛我咏春。这里这么多人，还轮不到你个圣元来逞强。都不如你，我可能我。
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上任这个轮胎真是磨人，早日认输也好少点痛。永春与破军，愿你下辈子还是一条汉子。笨蛋，你动手！ 今天就让你们好好看看空手道就是武林霸主。顾东西，你放开我师父！你说你一个残废，好好在下面说着不好吗？你要上来，既然是残废，就该在地上给我判了。不要！为了这弱小子人撑腰，为了这江湖正气，我必须挺身而出。可是这个，就算你笨手，你这么大，你杀了我的江湖，我不想再。 有人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。人在江湖，你废物！你在给我做脚底按摩吧？人在身，放开我师傅！你放开我师傅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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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父皇，从前你救不了知青，如今也要袖手旁观吗？若我今日当了主君之位，只有你见到我用不敌，有我无敌心，我命不能永世传人。伤我永春传人，找死！送快递的。你不是要踢馆吗？我和你打，倘若你能接下我三针，便如你。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快递员居然把自己当成武林高手。主，你快下来吧。林爷，你就别添乱了，你赶紧下来吧啊！怎么样，打？别说三招，一招便可分胜负。上一个这么挑衅我的人已经丢了大宗师的本，出招吧。报上名来。云山派秀春。这是什么拳法？七星拳，决胜之。呀！你到底是谁？宋快利的，而你是一个连我都打不赢的洋垃圾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宋快利的，你少得意！借我金岩川的面子，你吃我几拳，别想竖着离开。金岩川，你们是金岩川的人，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原来是那群武林垃圾，你竟敢侮辱金岩川！刚刚标月被别人用咏春打败，因为怎么样？一开始确实是标月，后面却打出个四不像。你懂什么？标月乃我金岩川独门秘技，岂是你一个送快递的可以随便评判？一群强盗！你说什么？你欺辱我！你敢轻视我！你出拳无力，执法僵硬，可恶！军法粗糙，毫无章法，去死吧！佳佳。这个哨子你哪来的？大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我问你哪来的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还给我！你还没完！
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是一个开始，我师父应了约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海城只会属于金岩川。孩子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你母亲看到了。我应默默没有母亲，只有师父。那个女人根本不配当我的母亲。她没有妈妈。我上三上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给我等着！那个太极，佳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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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口哨，太极真的会这么强吗？佳佳，你是不是还活着？佳佳这么聪明，天天看我和阿虎一起，你给我打十，出血用点力，对，继续，这肯定是记住。我居然还骂他是小偷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他真的是我女儿。简单来说，我怀疑我的仇人在利用我的女儿。我想弄清楚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你想怎么做？引蛇出洞。果然是你，想不到我们居然也会见面的。应龙云究竟在搞什么勾当？金烟川的势力正在向海城扩张，不如你把秘籍交给我，加入我如何？摔门行吧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。你还是像以前一样清高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死。当年是你运气好，让你多活了十几年，现在。报道，应月，我女儿在哪里？明天拳馆会有一场决斗，按照比赛惯例，输即是死。你猜猜，这里对的谁？走。我们猜的没错，他们果然不会上当被救。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。但是他们人手众多，万一……来不及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的伤还没好，鉴定结果出来，立马通知我。哥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吴老板，今天的想玩玩游戏，啊？还是你会玩？三个赔率翻倍哦！你们都过来。听好了，郡主啊 ，DNA 报告还没出来，切记谨慎行动，保护好自己。无论应默默是不是我的女儿，我都得查清应龙玉的目的。你们渴望成为什么？强者。那成为强者的途径是什么？参加比赛。很好。那刚刚那场比赛打出的人战绩，你们自己觉得应该要受到什么？金岩川只有胜者，他为了准备死亡。很好，那你们三个继续在擂台上奋战。那怎么定输赢？当然是打到死为止，只有活着才能成为赢家。弱者是会被淘汰的，活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。根本就不是比赛，还有把人往死打的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哦，要逃的人该怎样处理？杀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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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简直就是个魔鬼，居然是打死你！要亲我女婿？慢着！刚刚我用手机偷偷录下了你们的所有对话，这就是犯罪证据。默默，你们最好赶紧放了我。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你是个背叛者！杀了！杀了！你以为你今天能活得出去？幸好赌注没有下在他身上。叶默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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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背叛者的下场。只有忠于金元川的人，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。我不信，他绝对不是我可爱的家。
绝对不是。亲子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夏家，你不能再打下去了。居然是你，好大的胆，敢来挑战我们的事情。夏家，我是妈妈呀！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个哨子。 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哨子是你和妈妈的暗号，只要你遇到危险吹响它，妈妈就会立刻来到你身边啊！是妈妈，佳佳，快跟我走，你不能再待下去了。你居然真的来了，应默默就是我女儿顾佳佳，对不对？15年前你就掳走了她。 快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个人，当宁杀害了你的父亲，还亲手抛弃你，他就是你的妈妈。你真的是妈妈吗？默默，你可要好好想一想，这15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就是你，杀了爸爸，又抛弃了我。 我没有杀你爸爸的，杀宁冷月。我不信！明明就是你，为了夺权杀了我的爸爸，就因为自己要逃生，然后把我当成拖油瓶用掉了。佳佳，这15年我也痛不欲生了。别跟我胡言！ 师父他对我恩重如山，他才是我的亲人，而你什么也不是。你居然敢认你杀父仇人为恩人，你看看这屋子里被他念了月还成什么样子了。15年前，你为了武林秘籍杀了同胞整整180人。15年后。 你为了金岩川这个邪恶组织，用精神控制无数青年，要杀抢掠。应月，你罪大恶极，罪何为罪？普天之下，唯我自己才是生存之道。我拯救他们，养育他们，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强者。你们自己张嘴说我是什么人？就是我。 弱小，被厌恶，被抛弃，你们都在苦海中漂浮。你有臣服于师父，以师父为尊，才能成为强者。救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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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，这就是我如今的，而你因为抛弃而后悔。师父，你冷静一点。 我就应默默了。这母女两个还真是老两口意思。佳佳，你没事吧？有意思，英老板，这个格局，你改不改？ 小鸡、母鸡，我家小鸡生，一陪帮。佳佳，快跟妈妈走！应冷月就是在利用你，他教你打黑拳，就是为了供养这些所谓的贵人享乐，他根本没把你当人。够了！凭什么要听你的？即便你是我的亲生母亲，那又如何？ 这些年，你为我做过什么？抛弃，把我推进这个深渊，我恨你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好了，默默，你先下去吧。为了下周的比赛，好好养着。
比赛？什么比赛？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么信任我，心是不是很难受？只要你放了她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好啊，帮我拿下海城，用你自己来换你的女儿。首先，就从永春馆开始吧。永春馆里的人对我有意，我怎么可以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好啊，那你就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能不能在联盟大赛上活下来，能不能在联盟大赛上活下来？联盟大赛？你给他报了联盟大赛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孩子能怎么样？你疯了！武术联盟大赛云集了各路高手，你派佳佳去跟宋思有什么区别？够了，你现在只有两条，要么这周内帮我拿下海城的永春馆，要么就亲眼看着你的女儿死在大灾之中。啊！你们这一群洗脑的可怜虫！佳佳，妈妈一定不能让你待在那。哎，阿鹏，你小子最近训练可以，怎么着？突然开窍了？那可是林姨叫我呢。哎，怎么样，想学吧？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林姨，林姨。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林姨，林姨。咋了？林荣啊，我要么就亲眼看着你女儿死在大灾之中。林荣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应龙月威胁我，如果不帮他拿下永春馆的话，他就杀了我女儿。各位，今天我必须拿下这里，不去对不住林爷。林爷，你来真的呀？你让我找到你的女儿，是你多年的愿望。来吧，我劝你。你们说的对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对你下不了手。君如，你可以选择相信我们。哎呦，这女的可以啊！不不不，居然直接连升四级，真是个大人物！来来来，看看，他怎么？联盟大赛，我们四人进半决赛，你和佳佳对决，胜负尽在掌握。我告诉你，到底耍什么花招？下面由四位选手开始半决赛。我们退赛，退赛！我们放弃比赛的资格，请直接让这两位女士进入总决赛。没意思，一年赌局不刺激。稍安勿躁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。双方请入场吧。双方准备好了吗？如果你也认输的话，那就是在物理。开始。开始吧，我不会输。出手啊！我让你打我。我做不到。假惺惺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纯纯是在挨打，对，刚才不是拼命了吗？君如，你还手啊！我
都这样了，你还不还手？我怎么能对我的宝贝女儿动手？你，君如，还手吧，君如，你还手吧，君如，你还手吧，君如。 哦，原来是母女啊，怪不得不还手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亲呢。这女儿下手也忒狠了。看来圣武道馆真如传闻那样残暴，毫无人道，小小年纪也便被圣武教坏了，真是可怜啊！佳佳，佳佳。 他们都说我错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都说我错了？师傅，师傅你怎么了？默默，你不要管我。你说，你有机会开心。你说的对，你少装模作样。 冠军，我拿定了。师傅，我赢了。靠对手放水得到的冠军，你再得一时。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师傅始终不认可我。 小青，你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我想杀的不是你，我曾经是昆山派的一个小师弟，你父亲有恩于我，所以我想杀了应凌渊，为你父亲报仇。你说什么？杀我父亲的事？上次应凌渊还想弄死你，所以我才打出那棍。 我不信，那都是你的鬼话！凭什么你？如果你爸在天之灵，看到你这样子的动作，心里有多痛？一个是拼命保护你的人，一个是为了输赢不跪的命的人。孰轻孰重？你心里真的没有数吗？我是妈妈呀！当年杀害你父亲。 还亲手抛弃你，他就是你吗？我怎么能对我的宝贝女儿动手？妈妈，难道我真的做错了？颁奖典礼即将开始，请冠军。慢着，这位是黑尘拳王黑风。 我们要求加害一人，这不合规矩吗？金岩川是最大的主办方，你再规矩，我说了，比赛重新开始。为了想杀我，想出了新招式，可你现在知道你改变不了什么。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想让你的爸爸妈妈在皇城之下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宝贝女儿是如何对仇人献殷勤。 你要是走了，不打招呼不在了，我就会派人把你爸爸的人给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让他活不得安宁。英哥吗？王哥，英哥吗？王哥，英哥吗？王哥，英哥吗？王哥。小姑娘，你准备好？ 死亡的洗礼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林副门主，你送我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这联盟大赛的冠军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快，根本看不清出拳的速度。住手！住手！
我们要求暂停比赛。暂停了？是。只许你们金岩川突然加赛破坏规则，就不许我们暂停比赛吗？对呀，明明就是他金岩川先破坏规则。冠轩已经和你们无关了，还趟这趟浑水干什么？我是他妈妈，我要求暂停比赛。我知道英冷月对我们恨之入骨，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你放心，只要有妈妈在，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都怪我们被英冷月利用了，他害我，有那么多人，伤害了你。你都知道了，我不配当你和爸爸的女儿。傻孩子，有罪的是他应冷月，你也是受害者，在妈妈这里，你永远都是妈最宝贝的女儿。妈妈，谢谢你，你叫我妈妈。妈妈，我们打赢这场比赛，就带我回家吧。好，好，你不能参加这个比赛。15年前，我们已经吃了金岩川的亏了。如今，妈妈好不容易才找到，妈妈真的怕。杀父之仇，再加上他对我们母女的迫害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爸在天之灵看到你平安，就已经很欣慰了。至于应冷月，只要以后我们躲得远一点就好。阿小月。本是冠军荣誉，带给他我们之席的位置，我会让他得逞的。如果他当了主席，陆林将笼罩在阴影之下。妈妈，我做的错事实在太多了，我必须做点事情来弥补。但是你打不过他们的。静茹，去给女儿收拾行李，一会儿我们一起走。你知道蓬莱武学吗？蓬莱武学第一要义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小妹妹，明明可以直接退赛，却非要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姑娘反应好快呀、啊！只防不攻，难道是想打消耗战？相信。让我们恭喜伊某某获得冠军。大家快坐下，来，快坐下。哇，好香啊，快吃饭吧。天哪，好丰盛啊。你爸爸要是在的话就好，他肯定啊。妈，没事儿，以后我陪着你，别带着我爸爸那一份。哎，君如，这些生活用品，佳佳不是来了，怕你没东西。真是麻烦你，你这恩情我还真是还不完。不麻烦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麻烦我。佳佳，我走了。其实我想说，我挺喜欢于叔叔的，让他当我爸得了。哎呀，快吃饭，快吃饭去。什么？白秀春居然没？不如我现在就带人，你把他给做掉。不，我需要这样的人才，必须抓获他。标月秘籍还在他手上。这位是我刚刚从南国请来的贵宾，他们在南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那就是夺命夫妻阿红，南国第三，打过1000场，胜过900场，石宽，南国退役次，
擒过恶人，杀过无辜，境外战场唯一生存。有了他的相助，白秀珠死后，王兄，王兄，我们来接你回家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什么总是做这个梦？求求，究竟是谁？佳佳，佳，放开我女儿！你们还真是母女情深啊！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当然是先杀了你，再杀了你。赵，贱人，你跟宫雨田会遭到报应的。平生你白孝春做什么都是名正言顺，而我却不行。论武功，我没有比你差多少；论运气，是我先进入金云的。可为什么是你白孝春做什么都万众瞩目，沉默默无闻？就因你白孝春看起来善良而正义，像你这种心术不正直，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。我得不到别人认可，现在整个武林我都认可。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杀了。我得不到别人认可，现在整个武林我都认可我。来人啊，杀了。可是你们只交代过我们是要抓活的。这群废物，住手！于破军，这是我约权。蓬莱武学，你怎么会？你知道的还不少。阿琼，阿琼，阿琼，破军，你究竟是谁？醒了。佳佳呢？佳佳先醒了，你放心吧。阿琼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瞒着你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瞒着你了。你知道你脖子上的玉坠是怎么来的吗？我从小就带着它，孤儿院院长捡到我那天，我就带着。蓬莱派，你听说过吗？曾经的武学至尊门派，不过他们已经……我是蓬莱派掌门裴渊的亲传弟子，而这个玉佩就是我师父亲手给他女儿阿琼的，就是我师父亲手给他女儿阿琼的。阿琼，你是说？不可能！你就单凭这个玉佩就断定我是他？
你不知道，你的眉眼和我的师傅实在是太像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你，见到这个玉坠，我就笃定你就是他。那个梦，你就是那个人。那我父亲呢？师傅他被奸人杀害了。什么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师傅他被奸人杀害了。什么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天突然闯进来一群人，杀了很多的师兄弟。师傅为了掩护我，他最后嘱咐我的，就是一定要找到他的亲生女儿阿琼。那群人什么来头？为首的那个人蒙着面，当我隐约的看到他的手背上有一个蛇形的刺青。蓬莱派门主，是属下无能，让白秀成跑了。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走？那天入这一门，在我与霍军、阿武帝高层，我不是你的手。霍军。此人就是我岳泉。我岳泉，阴风妖物的狗东西，你以为你能上这辈子魔幻世界？我岳泉，金岩川的掌权人宫雨田。虽然你不是我徒弟，但你好歹得叫我一声师叔吧。我师父和顾红全死在你手里，你还好意思让我叫你声师叔？果然是你，你就是裴渊的那个弟子，就是灭我蓬莱满门的凶手，你就是彭渊的女儿。我好朋友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，可惜呀、啊。你们两个都是难得的。我宫雨田向来爱惜，只要你们可以加入为我效力，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。加入你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，你告诉我，不可能！今日你只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休想！你以为你护得住他吗？真是可惜，你真是。是好歹的东西，只能杀了。我得不到的都会掉。老大，当务之急是将证据让你出去，在此之前还是不要发生事端为好。今天算你走运，下次。老大，当务之急是将证据让你出去，在此之前还是不要发生事端为好。今天算你走运，下次。这地方不能再待了，我必须带你走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宫雨田先是杀了我的父亲，又派应冷月杀了我的师父和丈夫，这个人必须报。他这个人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肯定留下了不少罪证。只要我们找到证据，就一定可以击败他。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安全。佳佳，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荣之馆好了，和阿坤哥哥打脾气。那你们呢？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有些事情，处理完了就回来找你。但是我不想一个人。佳佳，你要坚强，我们会尽快回来。到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一起了。这是这个装有我们组织名单的 U 盘，必须毁掉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是，必须毁掉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是。Thank you.
找到了，看来这也有他，我们必须得救警察。在里面，谢总，那你怎么办？如果不能又被送出去，只有可能再没有机会击败他。居然是你们！居然是你们！宫雨天，你灭我蓬莱满门，今天就把这笔账算清楚。你以为你能怎么样？连你师父也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。为了你的宏图霸业，武则手段，把无辜的人也杀害了。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强者为俊，只要达到我的目的，杀几个人算什么？现在的注意力，你先走。想跑没那么容易，来呀，跟我来呀！放阿雄。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，真是可恶！快走，快走！阿雄，耍心机！阿雄，孔雨天，你放了他！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吗？王军，不要管我，快走，快走！孔雨天，你无耻！现在马上自刎，否则他的鲜血将会溅满整个房间。你以为我会屈服吗？屈服？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他死，这个选择混阿雄，如果能来生，我还想再遇见你。但是我现在别无选择。不要！住手！我肉瘤的小毛孩也敢来送死？是不是小毛孩？试试就知道。我肉瘤的标语，你真的修得了标语？姐姐，你把秘籍交出来！好，我亲自来取。云生，不是八旗拳，是吧？我融汇了峨眉、武当、太极这些门派至尊武学，融汇了峨眉、武当、太极这些门派至尊武学。哦，还有蓬莱。你这么说，这些年来这些门派惨案都是你干的？非让老子向他们皇帝解释，他们不给我面子，给我面子！妈妈，你们两个快走！如果表玉再落入他手里，整个武行都得毁在他的意识之下了。阿秋，妈妈，我好不容易回到你身边，我看来我们两母女逃不过这个命。十五年前，我为了保护秘籍，十五年后，快叫出来！你住手！没事吧？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得死！秘籍，你们的狗命我都要！大姐，标的招式都学会了？嗯，都记住了。妈妈跟你一起唱。嗯。双人标月。标月本来就是双人绝技。最看重的就是两个人的默契与羁绊。飙月飙的是满月，像你这种满脑子都是毒贩，永远也不可能领会。少女咏春投机取巧的玩意，以绝对的力量你们也束手无策。少女金刚拳不是白得的。这谁说我们没有力量压制？昏君，为什么我明明夺得了蓬莱的秘籍，我却蓬莱拳讲究极强的内功修为，修内先修心，
滥杀无辜，烧杀抢掠，你的心早已经烂了，你的罪行早已确凿无疑。等待你的竟是法律的严惩。法律？你以为法律就可以制裁我吗？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强者为尊，足够的力量，我就可以掌控一切。你错了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多，还真是恍如隔世。妈妈，你辛苦了。这些年，你为了我，为了爸爸，付出太多了。但是现在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心了。你长大了，也懂事，只要你陪在妈妈身边，妈妈就什么都不怕。妈妈，以后佳佳也可以保护妈妈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俩这次回来气氛有点不太对哦？没有。于叔叔，你想不想当爸？